欢迎大家参加健康之旅自我疗愈课程，直腿做放松法。这一节我们练习预备功，冲耳，中指按至耳朵，食指按住中指，弹打24次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，两手分开，然后食指沿至耳廓，经耳龙角，经入耳道，直到听不见，震颤，轻轻的震颤，外拔，捉3次，经耳廓，经耳轮角，经入耳道，震颤。外拔，沿耳廓，经耳轮角，经入耳道，直到听不见，震颤。外拔，然后揉耳朵。练习完毕，还未报名的朋友现在就 WhatsApp 报名下一组的培训班。好，祝大家身心健康，平安顺遂，拜拜。